720系列八股编织机是恒辉专为小规格八股缆绳研发设计的编织设备。此款编织机采用人机界面操控系统，编织点电动升降，地面编织，适合编织绳缆直径8到30毫米，单根绳缆长度至少220米。徐州恒辉专注于编织机械设备的研发与生产，始终遵循科技为先导、创新为动力、质量为生命的经营理念，热诚为海内外广大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编织设备与服务。